大学假期啱你。Hello， 大家好啊！呢度系大学假期旅游行程播报。今日我将会同大家推介一条东莞白金五星标准口街国际酒店两天为食纯玩团，咁团号系 DH21580A。咁我哋嘅行程嘅话咧，会去到啦我哋深圳博物馆嘅野生动物展嘅。咁啊，行程里边嘅话咧，会食到我哋非常之特别嘅啦，秘制客家清水鸡宴噶。咁当然啦，最重要嘅话咧，就系我哋公司啦会特别推介嘅咧，就会响酒店里边啦，豪叹呢一个酒店嘅早餐啦、午餐、晚餐都系自助餐噶。咁啊，行程嘅话咧，既轻松又好玩，兼且又抵玩噶。咁大家就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嚟报名咯！